12点多，整栋警报器大响，住户被吵起来，却没有一个人逃生，因为误响的频率太高，都知道不是火警。像放养的孩子，因为他警报器响了，白惨了，都忘了。习惯习惯了。5分钟吧，我没有特别注意，有点困难。啊，你有跑出来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已经习惯。在睡觉，他也没有动到什么，全家人都在睡觉。啊，就莫名其妙灵异事件的警报器响了。人在睡觉中，屋内的烟雾侦测器自动响。住户抱怨，每个月都来2-3次。开房入住1年多的凯旋倾诉社宅状况屡传不断。先前反映电梯会漏水，下雨天爬楼梯还要撑伞。只要煮饭烟太大，沐浴乳太香，都会触动警报铃。最近半夜莫名就响，住户实在受不了了。所面临到的问题其实都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，但我不懂的就是为什么处理的速度可以这么的缓慢，然后一拖再拖。高雄的第一间社宅品质被打上大问号，一边住户怨声载道，同时间高雄市政府又在前镇盖二期社宅盛大公开举办动土，消防局、消防器材商还有消防工会呢去进行会勘。市府加速推动社会住宅，喊出规划19000户，只是拼建设数量之余，顾好工程品质，才能让入住的民众更能感受到政府的用心。 TVBS 新闻徐继红、艾昭贤高雄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